吃的是我给你同事买的，我去给他们发。哎，不是不是，我没有。哎呀，不用，不是，没有。我给他们就行了。哎，好了，你快忙吧，你忙工作我走了啊。没有，没有。你们好，你们好，我是林美雅，我今天给你们带了点吃的来，谢谢你们平常对小哲的照顾啊，我听他说你们老家风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接个电话啊。喂。 爸，哎呀，没有，还没换回来呢。哦，好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不说了啊，爸爸你这儿了吧？客气。还剩一点，你们谁要是饿，谁自己拿着吃啊。我们家是开大排档的，我爸炒的小龙虾，我跟你们说是一绝，特别香。哪天啊，你们要是下班早，一定要小哲带你们上我们家带排档吃去。不行的话，我就打包给你们送过来也行。 陈哲，嗯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解释一下？我是觉得这件事儿没有必要跟你解释。就像我之前说的那样，林美雅是我的前女友，但是我们已经分手了。 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在孤儿院长大，他养父对我很好，所以我们俩后来就顺理成章的在一块儿。但是后来大家年纪也大了，他要去了欧洲，关系就慢慢疏远了。两年前我们就分手了，这是事实。我知道他一直对我有些念念不忘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这是他单方面的一厢情愿。我现在心里面喜欢谁，你不明白吗？ 这是什么？你打开看看就知道了。
不管你在里面看到了什么，我跟他两年前就分手了。陈哲，我给你时间，你把这本日记认真的看一看，再好好考虑要怎么跟我解释。恰好这个林美雅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己付出多少的人，她每天所记录的都是别人对她的好。你不会是想告诉我，她是一个被宠爱妄想症患者吧？还是你想告诉我，这边和那边的时差从6个小时变成了2年？我承认我对他还有一点关心，但是这种关心它更多是一种不忍心，是一种同情。我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，相依为命，这种感觉它是一种家人，是一种亲情。我只是不忍心对家人那么决绝。我本来是以为他去了欧洲就会遇到别的男人，还会留在那儿工作。反正这件事是我处理的不对，我会解决的。这本日记留给你，他的箱子放在我车上，这两样东西由你去还给他。我给你时间，我相信你能把这件事情处理好，对吗？小车呢？我停到后门老地方了。行，我一会儿让凤叔给你送出去哈。好嘞。哎，凤姨，一共多少钱啊？跟你爸早改成月结了，我这儿有个小本记着呢，回头跟你爸结账，甭管了。行，那您先忙，我看看别的去。哎，好，您先忙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大家叔，哎呦，看看这谁回来了呀？没啊，这刚从法国回来就帮你爸干活来了。是啊。哎，真是个好闺女。哎，大家叔。最近生意怎么样？还挺红火的吧？挺好的，都沾你爸的光了，是吧？那就好。哎，今天还是老样子啊！啊，明白明白。啊，小龙虾4箱，花蛤4箱，大虾1箱，是吧？没错。今天这个皮皮虾特别新鲜，待会儿送你二斤，回去好好孝敬孝敬你爸。啊，谢谢大家叔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行了，待会儿我给你送过去啊。好嘞，那我上门口等你啊。行了，好了好。一会儿见。我给你时间。你把这本日记认真的看看，再好好考虑要怎么跟我解释。恰好这个林美雅不是一个只看重自己付出多少的人，她每天所记录的都是别人对她的好。哎，打扰一下，那个今天咱们领导在会上说的那份报表，您能发给我吗？什么报表？就是咱们公司去年那个销售业绩报表。你叫陈哲是吧？啊，你新来的，我不跟你计较。那些报表是我辛辛苦苦统计出来的，哦，领导说发你，我就得发你啊！你也太单纯了吧！想要的话自己重新去统计，明白吗？哪那么多坐享其成的好事儿啊！哎，我说这些新来的，一个个都以为天上可以掉馅饼是吧？啊，不付出就能有收获，哪那么多好事儿啊！哎呦，你们这种欺负新人的风气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？你们是销售部，是一个团队，
大家在一个团队里工作要分工合作。作为老员工，你不去帮助新员工，反而在这里摆老姿态，逞一时之快，拖慢了整个团队的进度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谁来替你负这个责任？是整个公司，我绝对不允许整个公司以后再出现这种问题。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找我，明白吗？欧总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发。爸妈，我已经找到工作了，你们放心吧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要不了多久我就会爬上去，把他们都踩到我脚下。好了，走吧。好，拜拜，我走了。走吧。老师，我爸蹲了两个小时呢。嗯，他可偏心了，他还让我一定要跟你说，他用心炖的肘子，你得用心都吃完了。放心，肯定全部吃完啊。你还有半年就要高考了，你一定要加油，一定要考出好成绩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我肯定好好考，知道吗？不然我怎么对得起你，还有我叔这两个小时大肘子？哦，真挺好吃。几只，愿君多采撷，此物最相思。来，给我戴上。你能不能蹲下？快点儿，蹲下。蹲下，蹲下，蹲下。你喜不喜欢？大驾光临小店，真是蓬荜生辉啊。李总亲自下厨，可敬可佩啊。啊，臭李平，你不跟我说你被你爸绑架到公司里边出不来了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只陪老爷子参观了一下午公司，表现得相当的乖巧懂事，他同意把我放出来让我自由活动的。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可不陪你在这刷碗。刷碗怎么了？劳动人民最光荣。我跟你说啊，
你就得常来我这转转，该接接人气儿，接接地气儿的，知道吗？外边坐。今天你忙里偷闲的大驾光临，想吃点什么？有什么上什么，今儿不挑。哎，你过去，别白吃，得买单，知道吗？必须买。等着。爸，啊，我回来了。土豆哥，你果然是大力土豆。那你看怎么样？李家老店特色菜，红焖酱肘，尝尝。哎，看什么呢？听我报菜名了吗？什么意思？想去那边尝一尝？得了吧，他们家比你们家脏乱差的，我这辈子都不肯去那种地方吃饭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欧阳，不要瞧不起人，他们家不单单不脏乱差。而且味道在这条老街上那是数一数二。炒菜的林叔在这条街上十几年了，手艺一流，人特别的好，跟我是忘年交。那个穿黄色 T 恤的是他的女儿，刚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现在在帮衬。不过他是个孤儿，是被林叔领养的。他们爷俩在这条街上经营这家店十几年了，风风雨雨不容易。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女孩长得特别的清纯，特别的好看？大哥，你什么眼光啊？我什么眼光？你刚才不也盯着那边看了好半天吗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可不许打人姑娘主意啊，谁都可以，她不行。跟你过去点盆小龙虾还是可以有第一。大哥，你以为我的审美跟你一样啊？把这餐馆开在老街上，停留在上个世纪审美呢？哟，王叔王阿姨，来，王叔我来，来来，您慢点，您慢点，来，没事，来，您慢点，王阿姨，哎，好嘞，不是不会。这个世界啊，更新换代快，一些老味道啊，老铺子啊，对于人们来说就会显得格外的珍贵。打一个比方吧，如果你小的时候总吃一家店，吃习惯了，可突然间有天你发现这家店没了，拆掉了，找不着了，你就会显得特别的落寞。这种落寞好像就是被一个多年的好朋友给突然间抛弃了。所以呢，老铺子得有，老味道需要传承。坐在老铺子里，享受着老味道，这是一种独有的安全感。这是种没有被这个时代抛弃的安全感。所以来我们李家老店吃饭的，都是老街坊、老邻居。真羡慕你啊！我都不知道老味道是什么。对我来说，老味道可能就是我们家厨师做的菜吧。服务员，人多。服务员，哎，这算。哎，好好好，来了。您的蒜。我不要这包好了的，要成头的蒜。哎，好。秃头哥。啊。今天我忘买成头的蒜了。对啊。去你小丽叔那去借两头。哎，好嘞，您等一下。我来。不好意思，马上回来啊。
小黎叔啊，嗯，你能不能借我两头蒜，就是成头的没包的那种？看看你们家生意得多火，蒜都没。等着，叔给你拿去。好嘞。干什么？真的是你啊？我还想问你呢。哎，你不会是一路跟踪我过来的吧？我跟踪你？我从小就在这条街上混，你看见了没有？那个，我们家店，我跟踪你。不好意思，你们二位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你要的蒜。天哪，小黎叔，这也太多了吧！我就拿两头回去就行。行了，全搁里边，跟我就别客气了。几头蒜不值什么钱。我跟你爸是忘年交，你都既然叫我小黎叔了，跟叔叔还客气什么？我是冲我爸才叫你小黎叔的，还真把自己当我叔叔了。哪有你这么年轻的叔叔啊？谢谢了。不客气。什么情况？我跟这奇葩在国外回来的飞机上拿错箱子了，他跑我公司跟我要去了。我奇了怪了，怎么哪哪碰见他？哇，你俩还有这缘分？什么缘分呀？我说你刚才停在那边看了好半天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什么缘分？你没看我发朋友圈啊？小黎叔。嗯，妹啊，怎么了？为了感谢你借蒜之恩。一碗小龙虾不成敬意，随便吃。不够吃，我再让我爸去炒。谁让你吃了？你不是说随便吃了？我让小黎叔随便吃，我让你随便吃了吗？你给你小黎叔，啊，我是你小黎叔的朋友，你小黎叔自然会给你小欧叔了，对吧，小黎叔？你保镖呢？你不是一直有保镖跟着回不了家吗？哎，我发现你这人管得挺宽啊！我保镖跟不跟我管你屁事儿啊？啊，当然不关我的事儿，但是我的箱子就关我的事儿。既然你保镖也没跟着你，我就跟你回家取箱子去。我不都说了吗？等我拿到箱子，我就会给你打电话的。你急什么呀？停！等你拿到箱子，你给我打电话。我箱子不在你手里啊？那我箱子在哪儿呢？我告诉你，欧阳，我所有的东西都在那个箱子里，那个箱子以及箱子里的东西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。你要是敢把我的箱子弄丢了，我就怎么着？你想怎么着啊？你打我是吧？来来来来，打打打，往这儿打来。哼，可能你还不知道，你箱子里面的某些视频，我可是拷贝份。你不会是想让全世界人都看到某些人被打得哭爹喊娘的样子吧？谁哭爹喊娘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敢把视频发出去，你这辈子都别想拿到你那箱子。两位，天气热，稍安勿躁啊。两位都是我的朋友，这样，给小黎叔一个面子，让欧阳把小龙虾吃完之后，咱们再好好聊，行吗？既然你是小黎叔的朋友，那我就给小黎叔个面子，但是想请小黎叔帮忙做个证，欧阳必须尽快归还林美雅的箱子，不然我就上传视频。好，小黎叔作证，一言九鼎。欧阳以最快的速度把林美雅的箱子归还给他。OK， 美雅，在欧阳把箱子归还你之前，请务必保存好这段视频，不要外流，算是给小黎叔个面子，你看可以吗？行，我相信你，小黎叔。等你电话。谢谢你的小龙虾。随便吃，随便吃，不够我爸再给你炒啊。
奇葩东西我吃不下去。问题是，你的视频他真看见了。丸子刚炸的，别凉了，趁热吃。要点什么？喂，你开完会了？啊，一会儿吃饭吧，我订了个西餐厅。还去什么西餐厅吃啊？还挺贵的。你回来吃饭，我让我爸给你炒你最喜欢吃的油焖大虾、韭菜炒鸡蛋、麻辣小龙虾。咦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到时候拿瓶啤酒。啊，好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得忙了，等你回来啊，赶紧的。吃嗨了吧？真地道啊！是要不我给你叫两个？哎，我够了，饱了。这是您要的汽水，这是加的。叔叔，他这来了，赶紧进去。你回来了。啊。哎，你的箱子。我的箱子？我箱子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这个欧阳也真是的，把箱子给你都不给我，这不耍我呢吗？我得检查一下。我所有的资料啊、证件呀，可都在箱子里面呢。最最最重要的是，我的日记本也在这里面。还有最最最最重要的，是这个箱子是思雨送给我的，我可不能把它给弄丢了。你瞧他，啊，还跟个小孩似的。赶紧吃饭吧。你快点吃饭，我把箱子放在这儿，不碍事。Boyfriend， 刚才拖箱子走过去这男的，是梅雅的男朋友，从小一块长大。都是孤儿。不知道。这陈哲就在我们公司教书部上班了，相濡以沫二十年嘛。陈哲在你们公司上班？嗯。你的员工？嗯。这你最爱吃的麻辣小龙虾啊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行。叔，您来吃吧，别坐了。你们先吃吧。还有两桌客人菜要走啊，别等我了啊。
饿不饿？嗯。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就知道开会，不好好吃饭，把胃饿坏了。不过今天呢，我能看着你吃饭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些菜都是我盯着我爸炒的，他炒的可用心了。这下凉了就不好吃了。还有你最喜欢吃的韭菜炒鸡蛋，哎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你跟我来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说什么？爸，我去跟小哲说两句话，马上就回来。哎，好嘞。你要跟我说什么呀？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？你赶紧说啊！其实吧，一直以来我看你啊，总会有一种不是很真实的感觉，因为其他人在我的眼里啊，可能也就是变了个头发，换了套衣服的事儿。但你不一样，你在我记忆里有好多好多的样子。你五岁时候的样子，七岁的样子，十岁的样子，二十年了，林美雅，我一直觉得我欠你一声谢谢。说难受了，你跟我你还谢什么呀？那我也要跟你说谢谢，谢谢你陪伴了我二十年。求婚吗？不会吧，跟这儿求婚，那他也太没想法了。咱们那个孤儿院，其实有好多人到现在都孤身一个人，找不到个家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遇见你挺幸运的。我遇到你之后，就有了这个地方。你累不累？不累。那你愿不愿意一直这样背着我？愿意啊。陈哲说他愿意一直这样背着我，我老了他也背着我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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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赶紧过来，麻辣小龙虾马上出锅，快！我要吃小龙虾。嘿，就这个路口，这么多年你风里来雨里去的，一直在等我，等我一块吃饭，等我放学，等我下班。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应该对你说一声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给我这个家，谢谢你选了我做你的情人。但是咱们还是分开吧。
我们分手吧。这是你去欧洲之前送我的小红豆。哎呀，二十年，你很好，叔叔对我也很好，这个家也很温暖，菜也很好吃。但是美雅，再好吃的菜，二十年也吃腻了。我现在把它还给你，因为我觉得我配不上他，找个值得的人。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。